来来来，有了 ，Part Two 出错，不，等等，你不应该进入那里，你这样会导致程序整个出错，我好酷啊！你怎么忍心做出这样的事情？莫米卡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神，今天我们要来玩 Minecraft， 我们今天要来玩世界上最简单的地图前传 ，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猫，今天我们两个人要来玩上一张大受爆本好评的地图哦，这张地图呢，我们上一次玩的时候是直接玩它的第三集，但是我们玩到最后的时候才发现哦，原来它前面还有第一集跟第二集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要来带爆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地图的第一集是长什么样子。我跟羽毛啊，觉得第三集那么特别。可能是因为作者生气才会这么特别，所以第一集跟第二集我不知道会不会跟第三集一样这么的酷了。那在今天开始之前，如果宝宝们喜欢这种有趣的地图，想看到这个系列第二集的话，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喜欢，让我们知道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。上一集我们是12个喜欢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我们只用了短短的大概13秒，羽毛的智商都归零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呢，看看可不可以突破。稍微让你再盯久一点点好了，好不好？看看今天可不可以突破15个喜欢。哦，麻烦大家喽！准备好了吗，羽毛？好。掐指一算，当你讲完好的时候，你的智商已经归零了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墙壁上面写了什么东西。上面写说，在此游戏中床的用处已经被自动存档取代，所以你不需要在这个游戏中睡觉。好。游戏规则：第一，不要破坏任何方块。第二，不要直接对发射器按一拿取里面的东西。第三，任意拿出发射器里面的物品，会让这个游戏崩坏。崩坏，看了就很想拿。常见的规则，我想你们都知道了，所以我就不废话了。最后一点，如果还没有切换模式的话，请切换成冒险模式，不要用生存模式游玩。所以这个是第一代，我猜作者应该还没有想说，就是，还是我听小精灵说这有两个结局，而且代表说哈。也就代表说，如果作者是从第一代的时候就这么奇怪了，怎么办？会不会啊？我喜欢，快开始！这张地图有专属的音乐材质包，建议安装来增加游戏体验。安装了，请把音量调成那个，这个都已经设定好了。这张地图它的名字叫做 Artillery 设施一，第三代好像叫做最简单的冒险。准备好 ，3、2、1 ，Go！ 大头，靠靠！抱歉，抛完，测试，一二三。哎呦喂啊！哎呦，一二三，一二三哦！你现在听到的 BGM 是游戏里面自己自带的 BGM 哎、欸。啊，变恐怖游戏而已吗？有那种 feel 啊！这桌子好棒哦，好诡异哦！它有二代宝、欸、们，你们知道吗？你知道它有二代吗？你知道要怎样子才可以看到二代吗？你们至少要让羽毛的智商变到-3000，好不好？哇，好可怜哦我。就这样，这里有一个奇怪的机关设施，我进去了。好，电子说话声，归安，感谢你参与 Artillery 设施的测验，内容包含灵敏度及解谜能力的项目，我们会给你3项测试，并在最后为你的能力进行分析跟评分。我是 Shadows， Shadows 谁 ？Shadows 你还记得吗？爸妈还记得吗？金鱼脑吗？在第三代的时候，我们上一集玩最简单的那个地图，最后我们不是到了一个设施里面，然后有一个人工 AI Shadows 哦，对，接下来将由我担任你的观察员，并给予你测验的方向，请你继续前进。串联在一起啊！这是一张单人地图啦，但是你知道我们家的小精灵啊，就翻译的小精灵有一点厉害一点点，就是他除了翻译之外啊，他会帮我们修一些地图的 bug， 像如果这张地图是给一个人玩，他会把它修成是给两个人玩，太强了吧！顺便宣传一下哦，最近我们的就是帮我们翻地图的小精灵啊，他最近跟他们团队有出了一个魔女之家 MV， 是他们家翻译的哦，所以很厉害，有点像是重制版的魔女之家了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这是什么？他喷了一块铁钉，然后吞掉我一块铁钉，又喷了一块铁钉，他直接掠过你的头。为什么？我是被选中之人啊！那这个是什么啊？这应该照道理来说是一个人啊，所以我们不能够踩，就是这个东西。你是没脑是不是？你是没脑是不是？可以。做得好，测试员。接下来是关于灵敏度的测试，在时间倒数前，你必须尽快爬到梯子。抵达对面并通过铁门，等你准备好之后就按下右边的按钮开始测验吧。好、哦、这样子好了啦，我们一个人一个关卡好了，怎么样？好好按咯、欸、小
哎，下啊，他说到对面的东西是不是啊？哦，铁门没有开啊，我是没有按还是？哦拜，等我，帮我开门，没有办法，哦呦，回去了，回去了。这是那个，这是那个我们三代最后的那个设施，对不对？那看起来很像障碍啦，你太逊了吧？哎、欸，这个很简单哎、欸，很难哎、欸，这不是跑酷吧？回去了啦，我都没办法，回去。哎、欸，我按两次，太作弊了吧？表现的不错，下一个是第三个测验，我是说，欢迎来到第三项测验，这里将再度考验你的解谜能力。看来这关的测试发生了一点错误，请稍等一会儿，我跟 at literary 设施联系一下，来修复这个问题。好哦，好，我开始想象 Saddles 是一个很萌很萌的萌妹子。为什么是妹子？你没东西啊？哦、我做了什么？啊、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这个，应该是这个吧？应该是。来，有了！哦 ，Part Two 出错！不，等等，你不应该进入那里，你这样会导致程序整个出错！我靠啊！你怎么忍心做出这样的事情？耶、yeah, ！好爽！超炫的 ，Monica！、哦哇！是 Saddles， sorry。哦，这作者真的很鬼才耶、欸！真的、欸，我以为第一代、第二代只是很简单的、很简单的地图，不是，哦、我错了。也是蛮酷的，它是一直以来就很鬼。哎、欸，这个地方是我们之前来过的那个地方了。哪一个？真的都忘记还是假忘记了？太久之前了。我们有路过这个地方啊，你没有剪那部影片哦。哦，哦，难怪了，我自己有在剪，重新复习了一次。哦，我们要是回到那个地方吗？这是哪啦？我们是要回到那个地方吗？铁轨、欸，回到那个有铁轨的那个地方。这边有两条路哎、欸，一条是通往那里，另外一条是通往没有的。哇，看样子虽然看似这么多条，但只有一条。这个是刚刚那个房间哎、欸，我们现在完全逃离出来了、欸啊。这里有写启动黄昏之力的 Sonic Galaxy AKA Cody， 这个是什么梗啊？有没有保知道？我不知道什么动画还是什么之类的东西，应该是不会有东西啦。里面那看起来好像是往这里走。机械警告，机械运转中。呜、哦，有个压抑板呢、欸。啊，哎、欸，对啊，你知道，身为测试员，你不可以在测试里面随意乱动，你应该知道才对。请你停止这样的举动。哦，感觉起来有点可爱耶、欸。怎么办呢、啊？哎呦，怎么办呢、啊？红灯。对啊。萌萌的 Saddles， 哎、欸，宝宝要帮 Saddles 画一个人设出来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呼出！哎，哦，可以，你也可以哎，这里应该不是这里，啊，这个有难呢，啊，这个有难呢，这不简单，来，先热身，先热身，嘿，再来，再来，哎呦，快不行了，快不行了，快快快，可以，啊，最后一个不会消失了，嗯。这边有，等一下，这是一个 possible jump 吗？太难了吧？哦，应该不是，太远了。太远了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真的吗？真的不可能吗？真的吗？等一下，哎、这是不可能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呦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太远，太远。真的吗？不可能啊 ！Chapter 3，回归测试项目。哦，我们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哦，现在你被困在废弃的实验室里面了。你想要待在这里面吗？那就随便你去吧。就算你死了，身体烂了，也永远出不去。看看我会不会在乎？哼，迷路了吗？感到困惑吗？那是理所当然的。你是我见过最烂的测试者。看看你自己，像个笨蛋一样，在测试里面慌张的到处乱跑。哦，是个傲娇萌哎、欸，有点可爱。是个傲娇萌哎、欸。啊、哇，混了一点拿出去耶。这是好防中，关闭中。解谜情境设计问题。OK， 我尝试理解现在的状况是什么。这张地图好棒哦！对啊，好棒哦！很可以耶！看到这里，羽毛的智商大概在持续下降中吧？可以啦！哎呦，那边可以走是不是？我先踩一下这个压力板哦，看一下他说什么。门打开了，对我踩下去之后门打开了。啊，我们是从这个地方跳过来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可能可以钻进去，我觉得有机会。所以，跳过去了。哦，钻过去了。真的假的？很轻松的。你刚刚走的那条路有东西吗？
走到没有，后面是岩浆，所以应该就是往这里走的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哎呦，哎，是哦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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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哎咻哎咻哎咻，呜哦，啊、火灾时启用三号病房洒水装置，啊，水流过滤中心中枢，按下去，哦哦。抽水机一启动，错误，侦测到液体外漏，错误，水系统失效。搞什么？你在做什么啊？你怎么把这边弄成这样子的？对不起 ，AI 萌，AI 萌，萌 AI。哎呦，好，我做了什么？我们要扫 哦，失效了，外面浇水了。哦，是吗？对耶。哦，哇，哦，这个可以。哎呦喂啊！如果那边浇水的话，代表说。通了！哦，哎呦，根本是在乱搞哎、欸，胡搞瞎搞哎、欸，在干嘛、啊？我们在干嘛、啊？哎、欸，小，等一下，你要去哪里？我不知道，就一条路啊。在这个你不熟悉的设施中，你能够跑去哪里？我不知道啊，往下走就知道了。这是水管的。哎、欸、呦，你在试着做什么？好酷哦！这个是什么？里面有没有东西啊？没有东西。这里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别的测，羽毛又是别的测试啦。那个是三代的时候有经过的那个，还记得吗？对。哦，你就记得这个，你就记得这个。这个我有印象。呜呜，那个是二号测试，我们又绕回来了、欸。啊，这个是什么啊？我看到一个奇怪的拉杆，我拉了。好 ，two one， 解。呜，我去了。这里是。欢迎来到 AF 测试计划，这边将会测验多方面技能。请先解开这里的简单谜题，不准作弊。OK， 这不是一开始的地方吗？是吗？哦，很像哎、欸，很像，但哎、欸，哦，另外一个中心吗？哦，它是可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设施，然后同时会有好几批的测试者，哦、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然后就我们那边比较厉害一点，我们那边是有 AI 的，对不对？这边没有啊？对对对，这边没有，所以它应该是要这样，然后走过去。啊！进入三代了，进入三代了！有，这边是三代的东西哦。啊，然后又回来了。哎，为什么？哦，所以我们刚刚是跳过吗？所以我们刚错过了什么东西吗？这里啊！懂了，懂了。啊！回去。好聪明啊！哦，好，这设计好棒哦！我的关卡设计啊，我不知道爆门看不看得懂，但是我跟羽毛是懂了，你懂吗？不要再吵了 ，Saddles 还在、对，我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了。嗯，我们知道我们要做 Saddles， we know what to do， 有没有？他可以再拿一个吗？不行，不要这样设计。所以有没有？这裤子很鬼才耶、欸！这作者很鬼才耶、欸！真的，不管是关卡设计还是那个剧情上面的那个设计，很棒哎、欸。然后这样，有没有？有，我真的很棒哎、欸！什么？你居然通过这里哦！啊！哇，应该是下去。上面有写字，我看一下，上面写第四项测试未完成，所以只有三项而已。嗯。哎呦，吓到我了！这边有个通风管的道路，不能够走。好，那我们往这里走。转换站，转、哦、通道，那个运转通道。哦，呀、啊，算了，我绝对不管你了，我关闭你在的实验室了。哈，现在试着去解决看看啊，或许我们会在一千年之后再见面。什么 ？OK， 好啊，转换站啊，前面有测试房林。哦，我们到奇怪的地方了啦。同一个地方、啊、来了，可是这里开了、欸哦、啊！哎、欸，进不去，进、欸、不去，为什么？哎 ，Powerful 地下深处，我的妈！好酷哦，这好棒哦、啊欸！可以嘞、欸！哦哦，这比又来的刚刚好哎、欸！这地图好棒哦、啊！我的妈呀！有鬼啊！我跳下去了，羽毛牵着我的手，我们一起下去，准备了，好。我靠呀！哎，呜，羽毛，好漂亮哦！你看看这个地方，好猛哦！哎、欸，你可以想象是哪个屁孩在玩他的游戏的时候，觉得他的地图很烂吗？啊、脑袋撞到了吗？这一代哎、欸，这是我看过最棒最棒的地图之一了。
OK， 会设计啊，超猛的。哎呦喂啊 ！OK， 好，这边有个箱子，箱子里面有东西啊。好东西啊！天体，可是没有办法引爆。嗯，我们先四处探索一下好了。好棒哦，好棒哦，好喜欢哦。哦，嗯，好像可以再继续往上吗？好有解谜感觉，那个 BGM 真的好好有 feel 哦。OK， 不会是要这样吧？上去。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你怎么做到的 ？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这不会是这样子吧？不可能哦、啊！等一下，哇、哦，不行，我觉得有点难、欸……没有一个梯子啦、哦！真的吗？可是不能够放吧？他有说可以放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、，Game Two 可以放吗？他除非有设定，不然是不能够放。这边很近哎、欸，他说可以放在什么东西上面吗？黑曜石吗？还有说吗？没有说，没有说的话，那我们都拿起来看看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梯子。我把东西都拿起来好了，看看可以放在什么东西上面。都给你。目前这里看起来的话，那、看起来像是这里是出去的路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试试看，梯子不能够放，橡木材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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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不行。所以真的是跑酷上去吗？所以他可以到这个柱子上，柱子可以爬到那个上面，然后跳跳，可能可以耶、欸，可能可以耶、欸。哎、欸，好像是通的、欸。通的啦，啊，通的通的通的，往那一区吧，没有那么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看看啊，滑滑，没有字哎，滑，哎呦，上来了，哦哦，哎、欸，好难哦这个，哦哦，直接落下来就好。哦什么什么直接落下去？那个到第一个铁栏杆上面的时候，直接落下来就好。哦，好。所以做到底，作者还是一个跑酷地图的作者，有没有？啊、是一个很有趣的跑酷类型，解谜跑酷，我喜欢这种感觉、啊。我们看过风景跑酷嘛，对不对？这张地图好几年前嘞、欸，很久了。所以代表，其实作者是一个超级超级厉害的人嘞、欸，他在很久之前就做出这种东西了。嗯 ，OK， 嘿，行。OK， 好开，羽毛，嘿，哇，我过来了，嘿，小，我到了，上面有写，矿坑专用工业炸弹，我启动了，好，哦哦，哦哦，哦哦，对啊，哦，不待机，你还是要上来哦，哈，我只好，宝贝，你们知道我要讲什么吗？跟我一起把双手举起来，大声喊 ，Spin Ball。Animate！ 跳下去！不要这样！跳下去！跳下去！哎呦！哇！我怎么没跳起来？踢屁股啊！踢屁股！生气！呜！难过。又是床哎、欸。嗯嗯，还有路，还有路，滑哦，这我们一开始休息的那个地方吗？是吗？他可能有其他的人的宿舍了，有没有？哇，宿舍还真小，是就是因为我们是测试人员哦、啊，他不讲话嘞 ，Shadows，、哎、超大的惊喜等着你哦。哦、oh, 你来啦！其实啊，当你在忙进忙出那些的时候，你不该进入那些地方时，我为了你，可是准备了一个超大的惊喜。等你通过这个测试之后，你会知道是怎样子的惊喜、啊。这个 Shadows 是不是也染到了一点 Yuri 讲的Yuri 讲的冰冰的感觉？可以，四个人格啊！他是四个人格啊！第零零零零零零号房间，此测试房有 Shadows 设计，可爱。呜、哦，观察室，好可爱哦！观察室，观察室哦，这翻译组啊、哦，这翻译组，我们不给这个翻译组打 call 怎么行啊？太猛了吧！逃生出口，把东西丢进去。必须的，维修后台错误区域。啊？嗯，压力板踩下去可以拿到东西。哦哦哦！哦哦！这翻译组真的是越来越猛了。发射器 ，OK， 踩下去。嗯，这里还有个小区域。哦，好，嗯，必须的，维修后台，我们要不要再观察仔细一点点？把东西丢进去逃生入口，它有它的那个小房间观察室。哦，不不不不不。想都别想，我可是有学习能力的。而我学到的事情就是让你不要进入控制室。OK， 可恶，一定可以进去。好，
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发射器坏掉的状况是启用修复按钮。OK 啊，好，那我们进到这个房间里面，好了，好，这里有彩虹和有魔力的信仰之药，你知道吗？只有笨蛋才会掉下去，哎呦，没有人掉下去，好不好？Shadows 永远不会骗你的，跳，有动就跳，有动就跳，会欺骗测试者吗？不，他不会，有胆就跳下去，跳，这是真的哦，哇！跳下去就可以穿越回你的测试房，这样你就赢了。真的假的？没有骗你，真的真的。为了免费的糖果，跳下去吧，免费的，免费的，免费下载的，叉叉叉，真的真的。什么？我看不到啊！他说只有笨蛋才会掉下去。我走了。好，陷阱！啊、你是游戏以来最糟糕的哇、啊！好坏啊、欸！对不起，好坏啊！什么？上面都是在骂你的、欸。难过、哦，上面都在骂你的、欸，这个是什么啊？你看，快看，是一个工厂，咱们去看看吧。什么？稍微动一下脑袋好了。进不到控制室，可以按那个按钮啦。酷似成是按钮。我不知道按不按得到、欸什么按钮？那个上面写说，如果发射器坏掉的状况，就按下按钮。有了，我们刚刚发射器没有喷东西出来吗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有啊，虽然进不到控制室，但是我们的手很长。人开了逃生出口。哇哦！哇，太聪明了！恭喜你通过我测试的测验。现在为你送上我准备的惊喜。现在才是吗？东西什么东西 ？Part Five 惊喜，惊喜 ！No， 不要 ！No， 后退！到了，惊喜吧！这是一个房间哎、欸，这里啊，这里啊，羽毛。哇哇哇！我好喜欢他的配乐哦，有这种癫狂的感觉。啊，这里是那个啊，实验室啊。对对对，在 AI 失控的状况下，启动四个开关，一个，已经从我的轨迹中存活下来，佩服佩服，好酷啊！啊，所以我们就是之前那个关掉 AI 的那个人，关掉整个实验室的那个人。啊，我不懂你为什么这么无理取闹。接通了啦！可以，四个，四个，四个，哇，四个，四个，四个 ，OK， 我刚刚已经开了一个嘛，啊，很棒，很棒，你想要无理取闹对不对 ？Shadows 控制室 ，Shadows 控制室，我刚刚启动了一个设施指挥系统，这边有一个，快走，羽毛，岩浆流下来了，哎，按下去，我按第二个了，上面可能有一个 ，OK。妈，因为你头脑比较笨，怕你听不懂意思，所以简单来说，接下来的事情就是，碰碰，你死了。OK OK， 我由衷希望你会掉进岩浆里面烧死。又一个，三个，听起来很像是一首诗的开头哈。哇 ，Monica， 碰碰，你死了。也是，就是你在死前听到了最后一首诗，大概吧。Monica， 第四个，第四个喽，是第四个吗？有了，事情到这个地步。全都是因为你不能够待在原地，等我修复好一个错误而已。那边有一个吗？对，那我按了。可是他们是吗？他们是假的吗？开关吗？他们是开关吗？这才是问题啊！等一下，这里可以走，这里可以走，上面、哦、越来越多啦！快跑，快跑！我好有 feel 啊！哎呦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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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超级障碍啊！你不会是掉下去了吧？没事没事，这只是一格跳而已、欸。哎呦喂啊！这是我们之前上不来的地方，哎，好棒啊！可以逃出去了，羽毛，真假的？可以逃出去了！等我，等我，快快快快快！我好紧张啊！这就是之前关掉的那个地方了，对不对 ？Part six， 避难，逃难，逃离。哦 ，Shadows 不讲话了。哦 ，BGM 又响起来了 ，Shadows 又开始癫狂了。所以逃难的话，来交给我。哎呦，会。好酷，好酷，好酷啊！一下，一下，一下！哇！逃走了，我没事。这是我做过最糟糕的决定。你在干嘛 ，Shadows？ 你想干嘛？怎么奇怪了？你怎么了？哦不，太可怕了！我到底为什么做出了这种事情？啊！好酷啊！好酷啊 ！Shadows 会自己讲话哎、欸。我在尝试的给予系统指令跟规则，但是这里怎么走啊？
哇哇，超难！我不想孤单一个人。Monica， 哇，回忆啊！哦，原来是跳上面了。OK， 我真是一个粗暴的傻子。我的汤汤的羽毛，羽毛，你干嘛？OK， 汤，你先走，你先走。应该是另外一边啦，这边应该过不去吧？我知道，如果过去就是另外一个。冲啊！不是吧？哦哦哦！吓我一大跳。有路又好像没路，但应该没路。真的假的啊？我已经没有办法阻止这一切了，我们就要死在这里了。等等，等一下。什么？我听我们的小精灵说，这故事有两个结局。对。所以，我们刚刚有任何一个可以帮助他的地方吗？有吗？没有印象哎。有吗？没有印象啊。还是我删掉地图档啊？会有用吗？删掉地图。哇。这是一条路吗？不是。我觉得这边有好多条不一样的可能性的地方。对啊。这里面是一个新的地方哎。人类，如果你可以听到我的声音的话，听清楚，想办法爬到最高处，那里有废弃物的通道，从那里逃去外面吧。我会尽力延长设置自我毁灭的倒数计时，能拖多久是多久。他现在在挣扎哎，他是变好人了。这里是一条路吗？努力逃出去吧，不是，那边不是一条路。好，好，应该是可以救他咯。我觉得可以救他哎。哦 ，Saddles。可是如果我们救他的话，三代他就不会在了。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哎。哎，对不对？哦，这里看起来可以走，又不像可以走，好讨厌哦，烦哦。好，我们先回去那个地方好了。好，这样子吗？对。对不起，我真的很抱歉。我喜欢他这样子边跑边讲话。哦，很有 feel 哎。这个有点难哦，这个有点难。好，我最讨厌这个了。饿下，不要抱歉。我也想救你出去，不，这不是蒙妮卡讲的话吗？或许这是我应得的报应。No。OK。OK。小妹，他说要爬多高是多高哎，这又是另外一个地方了。哎呦，痛。OK。哦，你没有掉下去哦，羽毛。没有没有。你蛮强的。OK。Nice。小心小心小心。Hey, OK OK。小心翼翼的那种小心，好吗？翼翼。对。小心翼翼的那种小心，哇！屁啦！这 BGM 真的是我，这是近年来玩 Minecraft 听到最好、最好、最好听的一个、最带感的一个 BGM 嘞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怎么了吗？这有一条路哎，有一条路，这里这里，那不就是我过去的地方吗？哈？哈？我进去看一下哦。你那边有一条路？对啊，他可以上去哎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是白痴吗？可是他说。我们要爬多高是多高哎、欸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烦哦、喔！什么什么不懂？可是他等一下，他叫我们爬高高，要我们一个人逃走。如果我们不一个人逃走的话呢？对不对？哦，不要，我选择跟你走，我偏要走滴滴的。哎呦，其实前面那边都不用跳，你今天跳下来的话，这边可以接关哎、欸，可以吗？我这可以跳回去。哎、欸，但是既然都来了，为什么？我进去喽。好、啊。往上跳，好酷啊！哦，我想带你走。可以。我们钻到设施的另外一个，哦，不行啦，死路，这边断了。吗？呀，死路。对，都是岩浆，整个设施都被岩浆埋没了，所以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然后走这条路，貌似跳不回去，所以我们刚刚那条路才是正确的。这个，哈？你怎么做到的？刚刚后面有路啊。哈？后面有路，后面有路，真的假的啊？哈？所以算是机关，机关的东西吗？欸，对耶，应该是机关的东西吧？啊，所以我们到一半的时候，可能这个地方开了啦。后面有路，哦、有可能啊？怎么可能？啊哦，不早讲。OK， 这样就不用重新全部重跳。哦，进化了，很棒，差点手滑。哎呦，我最讨厌梯子，过来了，到了到了到了，可是想办法到最上面呢、欸？哦，再进来再进来，这里可以下去跟上去，我先下去看一下好了。啊，断掉了那个地方了。啊，对，就是断掉了那个地方，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往上爬。好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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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停，好，停，拜拜，谢谢你。OK，、啊、我只是为了救你、欸，怎么还有第二个啦？都是啊。
我到很高很高的地方了，羽毛。好，好燃哦！哦，多久没有玩麦块玩的这么燃了？这后面有一些还蛮 difficult 的 jump， 都还好啦，但是就是感觉起来是有点小小 difficult。啊，我貌似已经到了这一层的上策了。哟，等你来，等你来，你终于来了。哎，剩下最后一个。呼咻，印象，我接你。嘿，嘿，嘿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OK， 嗯，第五号房。呜，这个是，其实设施都坏掉了、欸，哎，设施都坏掉了。哦，不是吧，羽毛？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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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下来你下来，这样就好啊！啊，对对对，哎，没有办法，哎，嗯，没有办法，不，哦，没有办法，哼，是一个想把自己溺死的笨蛋。这里是控制室吗？第五个项目启动，系统关闭启动。哦，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发生了这个天灾之后啊，然后其实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，这个设施已经很旧了，你觉不觉得其实？这里已经废弃了，然后只剩下他一个人，然后他一个人孤独，对不对？哦，有可能哦。我们刚进来的时候，外面全部都是青苔了，哦，应该是这一条路才对。But how？ 哦，有哎，有了，他动了，他动了，他动了。哦，啊，那个啦，呀呀呀呀呀 ，OK OK， 可以可以，所以是按系统开启。开启，按这个。OK，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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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冲冲冲冲！这里这里这里，啊，这样才对嘛？有，水哦。然后再来进去看看吗？好，我想救 Shadows。嘿，我想救 Shadows。想救？我们第三代的时候是博士嘛，对不对？嗯。哦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什么地方？啊，反正就是走这里，好酷哎！啊。烫烫烫！哦，有点烫。哦，好烫哦。有点烫，有点烫。哎，哦呦，这样会死的。我跟你讲吧。喂。OK OK。哦呦，这作品好棒哦。哦。OK， 跳跳，上来是逆熊，逆熊上来了，上来是这里。OK， 后面都比较简单一点点的啦。紧张紧张。是吗？喂，这里是哪里？花。花，花，花，往后走，花 ，How， 不动 ，How， 会，哈，还是要往后，哎，后走就行。侧面是，啊，他下去可以，他下去可以，他下去可以。哦，吓我一大跳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其实从这个地方看不出来了。啊，哦，是一个视觉盲点呢。这边下去就要从头再走一次了。盯住羽毛。盯住羽毛，可以一起带着 Shadows 逃出去，有点难度。我上来到最上面，最上面那个地方了。哎，上来了吗？快热，这里，哎呦，上来了。这什么地方？羽毛，怎么会下雨啊？哦，这什么地方啊？哎呦，好奇怪哦。哦，哎呦，好奇怪哦。对啊，哎呦喂啊！快往这里走，有点像是人造出来的生态域吗？也上不来啊，这是崩塌的地方。可是啊，有逃生出口，逃生出口！哇啊啊！好难的。OK 啊 ，OK， 呼咻，一起逃脱，一起逃脱 ，Nice， 啊有 ，Nice。废弃物处理通道，就是我们废弃物。我们废弃物，拜拜。可是 Shadows， 救不了 Shadows。Shadows 呢？对啊 ，Shadows 呢？不要啊！不， no.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就这样子放弃 Shadows， 我不要。往前走，我相信你有机会的。可以救他！挑战一切的不可能。啊 ，OK， 这 BGM 好燃哦。
上面看起来好像没有可恶 No 可恶羽毛为什么、下来了啦哦、下来了啦可恶欸Part 7、废弃物处理厂，身后传来了巨响，似乎是设施发生了爆炸。哦哦、掉了！哦！哦哇哦 ！Oh my god！Alatory 设施废弃物处理厂，羽毛啊，是你还记得我们在玩三代的时候啊？啊，我们的设施里面还没有岩浆，还没有那些东西吧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如果三代才是前传的话，怎么办？三代才是前传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可是三代才是前传，中间前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们来的时候就已经废弃了。好复杂哦，这时间线。我们的三代的时候不是博士吗？对啊。然后他跟我们讲说，博士，大家都已经撤离了，为什么博士你还在这个地方？也就代表说，设施已经废弃了很久。然后，的确这个地方，我们在这一代的时间线是，的确博士已经往外面逃了，然后已经逃到不知道哪一个地方了。可是 Shadows 一个人在里面，很久很久很久过后，然后我们是突然闯进来的，有没有可能？哦，有突然闯，哦，对不对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哦，对，因为我们是外面进来的。对，哇，哦，所以我说，他前面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Great， 今天的世界上最简单的地图上半集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。你们觉得这个故事的剧情会是怎么样子？还想看到下一集 Shadows 出现吗？我不知道中间过程中有没有 lost 掉什么有选择的地方。如果宝宝们有看到的话，可以在底下留言区告诉我，或者是留下你看到现在觉得最有可能的故事是什么。那么宝宝们如果喜欢这个系列，想看到第二集的话，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们知道，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15个喜欢，我们再继续玩这款世界上最简单的 Minecraft 地图。那么我们下一集中4个。拜拜。